钱一下压压压。再往你那坐坐呢？坐不住。
功劳没有吃身，这小的功劳谁也不穿，是与广大回身之身，在那朝代凤凰山，不如那汉水一天就乱，大一头山顶绕阳山，万岁爷真敢是狂言，也为我带兵铁山山，张环军中为元帅，北军马前摘雄冠。英雄要不如汉，打一仗得一国相威，换袍冠，带一国相威，换袍冠就威武千帆。长平山，张环北道万仙道，张环一战怒冲冠，张环军一战心头难，他一脸上边那人才，一天连中十六分，万岁爷要拿北州问道悬。众位我先听，他不对有一个人兄，问朝在武林兄当家那本在，才都是本帅我了坏，武林兄爹娘可忘了，为君道哪一山里中状元，万岁爷今天可得见考验我，失败人兄问朝在在马上又不看哪里先出院，在面前就想把你推马马威家，先把白铺上的。戴个帽子，拿个裤子，互相帮个手。我去听我的说，
登车，可是回望我到某家退了东京，俺家来在马尾县内，不管朝个大事，今日四山停了，需要游玩散心，带我买布。Stop!
敬德钓鱼啊，敬德钓鱼。哦，敬德钓鱼。嗯，在北方敬德。啊，敬德钓鱼。在北方敬德。哦。在北方敬德。嗯，薛平贵嘛，薛平贵方敬德。哦。家有万担粮，前担兵后担。三八零也不那气球不靠天，要想重要的天塌零召唤老婆张彪枪魂的啊，枪魂嗯，今天当风一下枪等建议每天一次巡船大户，往前应该是我来发的，大家的弟兄和家人再见呐！咋子啦？哎，嘿，都来咱们，咋子啦？不好当大爷啊！罢了罢了啊！张大爷，你把张小欢出哪里使用啊？咋子啦？哎。天天当梦一下关灯，身穿大户的没穿衣服，我他是何人呐？那是张大爷，你是问你在那灯棚底下关灯，你见了也没带你是吧？啊，是啊。你看那是谁不是呀、啊？哎，那是谁呀、啊？那是王婆他妹子，名叫王月月。王婆他。哦。所以咱家王太上的轿，咱家花轿都拿着刀囊，见人都囊。这妹子可没生呀！张大爷，你连夸出声，莫比兼爱处女。哎，这毫无人人见爱，何况这是你眉山月子啊！张大爷，你要爱见子女呀，上身我倒有一计，准保那王玉莲能保在你走。什么？啊，你有一计，管着那王玉莲保在我走？张水。什么叫啊？啊，水。这手里管啥？张大爷。嗯。你都不吃啊，那王财好来多，终日吃喝到处不务正业，如此不然你在这马里山内多心大法开一个大赌场，这上一百张高桌子啊，小伟叫王财来当个头，要是赢了是王财他的，要是输了是张大爷你的，这找哪个是爹？那王婆他妹子吧，你要是想要，不是伸手二代吗？啊！好，哎，把那王婆来一啊！是。张彪这家伙老有造型了啊！对，那王财终日好来赌，莫非就在那赌棚那边？带我上那东宝棚里问问。东宝棚的伙计们，哎，现有我王财没有啊？哦，这我有。好，我上西宝棚问问。西宝棚伙计们，哎，这有个王财我呀，有个财呀，爷，有个财王，王财财王，你就说张大爷的管家换他来，叫他快点来啊！啊，等等一会儿。哎，哎，哎，有人叫你啊！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王财，他们家成长再说。哎呀，家里坏了，我们今天不成长来了。
这活鸡为了中国家的规矩还不成？我把帽子提大些，我的名字叫王全，我拿架大些，我一来都说我是歹徒呀。我来叫个王全呀、啊，我正跟那包公那个擂台里，谁给他喊我王全、啊？我瞅瞅，那四姐儿倒还罢了，不是姐儿，我二爸子还吹谁那鹿肉脸？这一回我的破绳上折了，扫我的兴，我瞅瞅那谁。耶！大家的丈夫管家原来是张四儿呀，不错啊！哎，张四儿，你还我了？张四儿，王四儿，不是我还你了，谁还我了？是张彪张大爷还你了，张大爷还我了，不错，不假。哎，王四儿回来，你喊啥了？我一说张大爷还你了，你那屁股一脚就跑是咋回事？要还叫你跑得痛快的，你都不知道张大爷那个人见了俺这个人，不是他打我鞭子不挨，他得打豆子，不该他那老虎屁股上苍蝇，我就走了。王三，你回来，你听我说，今天呐、啊，张大爷和往日不一样了。咋咋？那往一日啊，张大爷不敢见着三等人，不敢见人家周伯子。哎，对。今天张大爷和王日可是大不一样，咋不一样？你说说，独心大法，独心大法，对，王日大为先的啊，在一个大赌场，在一个大赌场。